百大俊右脚起球，二点沙拉维拿到，再传中，好的，金希玉在后点是接应到了对方的头球摆渡，一脚凌空。哎呦，莫雷诺这种球都能抢下来，斜传沙拉维的机会，沙拉维到禁区里面，漂亮！王大雷出击到一半，沙拉维稳稳的推射破门，肋部过掉对方左脚塔，漂亮！哇哟，神仙球，前点给。